对不起，二姐，是我没有保住息。我知道，大姐告诉我了，是先皇下的旨。怪，只能怪我命不好，好不容易看中一个男人，偏偏卷入了权力的争斗中。 没想到，你们这儿还供着太祖和淑律太后的玉容，这些东西都是太祖。 和淑律太后当年用过的，李胡本是守造子，按照草原的规矩，留在父母身边的守造子，才应该是继承家业的人。